大家好，我是 Bly。我们要如何快速的在白天来校准我们的赤道仪，来对准北极星呢？其实用几个工具就可以快速的进行校正。那在校正之前啊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脚架是处于完全水平的状态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看着这个气泡的这个水平仪啊，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。接下来再做下面这些动作。首先，我们用打开手机的指北针，然后来对这个我们的赤道仪进行北方的校准。这时候我们只要平行的靠在我们的赤道仪上面，接着调整它往正北方的一个方向，那我们就完成了北方的校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赤道仪做一个俯仰的校准，开启这个 APP。那开启 APP 呢，里面有一个视野模拟器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视野中心位置。接着我们只要搜寻北极星，然后啊，它把这个中间的圈圈啊，去瞄准到北极星的位置，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完成校准。它就是会像是这样子操作，平贴在赤道仪的平面上，然后接着啊，用这个俯仰来调整，然后瞄准到北极星的位置。接下来啊，对准了之后呢，我们的赤道仪的校准就这样完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我们现在要走到观景台，然后先来做一次场勘，不然如果等一下扛那么多器材上来，结果不能拍，那尴尬。就是等一下预计要拍摄的瞭望塔，哦，400公尺，看一下上面的展望。正西方啊，看到彩虹了，彩虹。好，准备完成了，我们要重装出发了。这么多东西啊，现在是下着大雨，但是我们面前是开的。然后等一下看彗星会不会露出头来。